接下来到被告，别急，奶奶留着我呀，就对了喏。他们啊，来瑞呢哇，他们嘛现在不算多当，够弄嘛没得，我靠，你们得养啥呢嘛？好明了哇，这喏，我弄的对对。好嘞，他们啊，新疆咖啡呢，没在北京嘛嘞，他们哪边比我们嘛？哪边离我们远？我把嘞，打新疆咖啡吧，喏，几升的？别跑，别急，奶奶留着喂呀。我跑嘞，我跑嘞，大爷，不生下路，今天庄稼来路，庄稼来路都，喏，地下里也过来养嘛嘛，这老地方马路也歪，打新疆咖啡吧，打新疆地方打过来点，打地方嘞，就对了喏。他们啊，来瑞呢哇，他们嘛现在不生多当，够弄嘛没得，我靠，你得养啥呢嘛？他话哟 ，OK 吧？哎，这老这当里有故意哦，花一出来。我第一家了嘛，宿舍 A 没，宿舍三没，宿舍没挖不准，打起来了嘛，宿舍 B 了，宿舍三没，宿舍没挖不准，你挖出来不然啊，就给新疆的里里，新疆咖啡里，这老板要么就把嘞，阿飞吧，没有道具的啦。啊，对对对，哦，没道具嘞。是的，是的，走，下一个国家，去走，去挖。家里啊，罗娘们到这新疆这里哇，这里种地里，这不晒得饱哎，这不热得哇，那当归哇。家里啊，罗咖啡里去买，你看嘞，这里有晒得饱哎，新农里啊，那当去买呀。好喂，啊，罗打米里去买哎，过来就嘛，就嘛打米里买庄稼。家里啊，来那当嘛，谁啊娘也都听下明白，就是先搞那块，到比多少呢？今年没得去咯，阿妈看嘛嘞。对呀，啥到底小卡是嘞？啊，低保低片嘛哟，叫嘛呗。但是我要挖个肥肥倒吧，给。给顾客些丰盛嘛来，一方面在用力用要大呗。OK 嘛，就弄过来，再来来来顾客批发嘞。哎呀，叫顾客些，马路要来，马路要来，马路要来。